天考试有没有拿第一啊？我这次还是第二名，第一名还是朵朵。他这仗着他舅舅是个小学老师，天天开小灶，要不然他怎么能跟我们家的浩浩比呢？他也就是在小学能称称威风，到了初中他肯定不行。浩浩呀，你以后是要考清华北大的人，别把那个什么朵朵放到眼里，知道吗？嗨，王姨，你们这是干啥去了？买这么多东西啊！我这什么都有，姑娘非要给我买。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你这闺女真孝顺啊，真让人羡慕。哎呦，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哎呦，你看我毛是毛脚的，不就是件破衣服吗？能值几个钱呀？好酸呀！李叔，将军。小王，今天状态不错嘛，我们家老李都不是你的对手。这都是李叔让着我的呀。好酸，写作业去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写作业去。鹰牌旗有什么嘚瑟？你继续嘚瑟呀，嘚瑟呀。进来吧。哎、谢谢姨啊。哎呀，姨，我这次来呀、啊，是想告诉你们，可儿考上市重点了，所以啊，明天我订了个五星级酒店。街坊邻居们一叫过去热闹热闹，就你那仨核桃俩枣，你还五星级呢？我现在呀是总经理，一个月光基本工资就3万多啊！你这怕是走后门了吧？这不敢胡说啊，能力到这儿了，我去给你倒点喝的去。哎啊，好嘞，来，谢谢阿姨啊。哇！什么呀，这么酸酸酸死你，你还一个月挣3万，你还跑到我这儿显摆来了，还五星级。我告诉你，我孙子长大了，我孙子能挣300万，能开个8星级的酒店。8星级？行行，您说了这么多呀，都是您孙子的，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再说以后还不一定怎么着呢。我这么优秀的人，哪有你这样愚蠢的奶奶？我要去找一个配得上我的奶奶。或许这就是你们人类的情感，资料也被收入。抖音。